来 ，Kitty， 姜瑞，请坐。哎，各位学员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甲我骗恁一定站袂拢困无好诶，啊，有洗身躯洗一半诶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原来真趣味诶一寡回忆吼、哦，你后日啊转去，就会当好好回忆讲啊，以前伫民政府吼，拄啊咧受闻啥物苛难诶情形。诶、欸，恁即摆来袂歹呢，诶，恁期拄啊差不多三期进程，敢若第三十四期较拄啊装诶呢。阮是热年外旧年着热一个夏季吼，啊，佮今年落一半过啊，吼、哦，袂歹，人生好运，恁拣到好时机来啊，吼、哦。以前阮上课，真正规身躯冻汗呢，阮规身躯冻，下骹嘛是拢冻着对啊。拄开始佫无连电风都无啦，啊，你看外可怜。啊，咱这个水利园的园长吼，安尼看看收咱这个经费啊，看投看用吼。哦啊，我今仔讲这个农场管理吼，啊，拄啊，我家己有一个农场啦吼，啊，所以有一寡经验来跟大家分享。啊，其实我唔是本科的，我学的我是学电子吼。啊，学电子嘛真趣味，阮早期吼，伫学校学的学真空管啦，啊，结果毕业出来拢电晶体啊，我啊搁电学啊，啊，即马电晶体哦，研究我较熟啊，差不多啊，我 IC 出来。我都一直对进步安尼吼，切一直买啊，一直去补习，哦，啊去拜老师吼，甲、哦、你教安尼。啊，到差不多我三十七八岁吼、哦，我发现讲哇 ，LSI 的超大型 IC 也出来吼、哦，啊，这我逻辑电路电脑化的吼、哦，哇，咱的头壳咧断煞无遐骨啦，煞约无啥会着。啊，我想讲我小学，感觉做小学毕业的同学吼。哦伊毕业了就无去，无去读啊，就去学做土水。啊，我看伊少年甲进，拢举迄支抹刀，啊，人伊退休啊，拢无换机师啊。啊，我是一直换机师，为三用电表买加啥物示波器啦，吼啊，有诶无安尼一直买啦。所以吼、哦，电子得啊较少年诶，头壳较活骨诶人吼、哦，你学较会紧啦吼。啊，我下来做农业，我那无心插柳柳成荫哈。哦啊，等下若有机会，甲大家介绍吼、哦。我今仔要讲的大概是遮啦吼。嘉秀，好，水甲农业的关系吼，若、哦、无水就无农业吼、哦，因为所有的动植物的这个生命的三大要素就是阳光、空气、水。啊，我认为是应该爱搁加一个土壤啦，吼，因为你包括人也是动物，也是植物，拢爱有土壤做立基，吼，啊，都要吸收养分，吼，啊，含水交换，含光阳光光合作用这些问题，吼，啊，农业内底就拄啊，咱台湾因为咱的主要的粮食是稻米，啊，稻米要种，因为伊是水生植物，所以爱用足多水。啊、所以农业上用水用上济，就是咱这个水稻。啊，即摆因为科技发达吼、哦，咱台湾的 IT 产业吼、哦，做电脑啊，做手机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做一挂先进的这个通信产品，啊，因的产值真悬。以前，然后五十年前，台湾讲以农立国，因为迄阵拢农产品外销为大宗吼、哦，有糖啦 啊。往来啦，经济外销哈，啊，迄阵工业拄啊开始发展，啊，对，拢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来等于补贴工业哈、哦，啊，但是即四五十年来，即马工业发展到遮好啊，迄、那个产值遐悬哈，啊，煞即卖的遮生产 IT 产业遮高科技的公司煞看轻农业，哈、哦，啊，政府对农业啊。无像日本安尼保护了遐好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台湾的农民煞愈来愈善吃，啊，所以台湾有一句话讲，做实愈做愈实，本来做十家的，啊，愈做愈拢甲农民借钱，啊，无钱就卖土地，啊，十家做甲剩三家，啊，即嘛平均化才剩三四分地尔，吼、
或者做事吼，愈做愈实，愈无去就对啦吼。这个农业进行侵蚀，我个人足不以为然，安怎？因为农业伊个所生产者农产品是咱每一工拢咧食个，啊，咱竟然甲侵蚀，吼、哦、一大堆人看无起农业，啊，讲哎产值遐少，啊，搁用遐济水，遐水拿来我感觉去用偌好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看中科迄边遐咧，因为咧抢水吼、哦，啊，最近经济部啊落软啊，讲啊无遐来改卖用遐高科技用水遐重个遐个工业。哦，来改用其他的生产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唔是农业爱甲你抢水，农业本来就爱有水，因为伊靠水这个载体、哦、来做养分的迄个交流嘛哈、哦。啊，那么台湾人有真侪人就是讲，伊第一先看见农民，看见农产品，伊认为讲恁的农产品足无价值的物件，你一定拢袂足俗的。但是呢，一定一个到这个丰台期哈。哦是毋是即马菜价吼，尤其葱啊，即马贵到讲一斤百几块啊吼。其实，咱逐工所要食的，咱爱来个关心，安怎嘛爱来个扶持吼。农民生活歹，伊就会想一寡歹步来做啦。吼，比如讲，多数人伊若买菜，拢爱买无虫食的、无空的，啊，农民就投其所好啊。哦，你爱食迄无？无虫的吼，我着捕农药捕较重的，虫拢捕无死。啊，药也残留伫菜顶管。哦，啊你来买看了足水的，逐丛着安尼青平平吼，啊拢无虫加过的空。结果你所食的对你的身体也无好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算一个恶性循环。所以阮庄脚介济人吼，做农民的，家己买食的，家己迄菜家己种一股，啊买销台北市的。另外，佫种一个。我爱讲，我台北人作用的，我药啊出较重哦，嘛拢食这类呢。好，啊，所以有个人敢若看外观，无看伊的内容物。譬如这个物件有营养分无，你是毋是用有机种的？那有机种的第一无农药残留，啊，佫伊的能量较悬。好，啊，但是。农民是投其所好啦，你爱啥物嘢，我就种啥物看好你。你要爱食大粒嘅，吼、哦，有个人拢爱看到大粒，伊较会欢喜，较要买。啊，那细粒嘅拢看伊无起啊。其实细粒嘅迄能量上好。比如讲，我有种过红龙果，红龙果呐，授粉不良，细粒嘅呐，差不多四五两尔。吼、哦，不过迄足甜啊，有够好食。我、哦、啊，所以我红龙果，我有一批人专门买甲我买细粒嘅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农民吼，伊毋是讲伊原来该捕鱼啊，其实捕鱼啊对于家己伊嘛先输掉嘛，家己先中毒，家己人拢尤其热天吼，热啊去输掉农药，做个休克的，做个农药中毒。啊，这就是因为咱消费者加培养出来，消费者爱看俗个单啊，吼。啊、你要削就是爱用化学肥料，产量较会悬嘛。啊，量侪，伊来农民认为讲，伊生产侪来卖，唔较有钱吼、哦。啊，所以等于会使讲是一群笨蛋消费者，培养一群的混蛋的生产者。哦，啊，这都互相为用哈。哦啊，这家己咱家己种的因，吼啊，咱家己爱承担，吼、哦啊。我是希望讲会当大家改变这款的消费心态，啊，加生产的农民的生产的心态啦，吼、哦。OK。啊，台湾人，那早期阮是大人迄代吼，因、哦、若看到这杂草吼、哦，是敢若看到原始人，因为以前也无除草剂也未发明。所有的杂草、甲藤啊、攀藤类，拢爱用刀啊刮，哦，用猪头炭，足费工的。哦啊，所以以前你要讲无头路人少，就怎啊？大家拢咧无用咧除草啊，哦，咧无用农业即生产，啊，阵也无机械化，所以大部分拢靠人工。哦啊，所以早前的阮一大人一代，拢看到杂草，
等于看到冤仇人，欲取之除之而后快哈。啊，其实杂草就是上天要来做水土保持的。哦，你只要拿山的崩塌地，你拢免甲呼吁哦，伊自然落雨过，风吹迄个草地飞来，就会就生起来啊，唔免人去甲呼吁啊。啊，所以那我即摆像我咧种红龙果，我都拢用草生栽培，好、哦、啊，我种个水果拢草生栽培啊，草生栽培有足侪好处的，第一生态会当恢复平衡，好、哦、啊，第二。表土的土壤，表土的土壤是上好上有营养的表土哈，袂因为你表土裸露，啊落大雨来，准遐好的土拢对水流去哈。OK， 好啊，咱即摆看，因为这有光害啦，这个是中央山脉哈，我潮州遐翕的，这莫拉克风灾了，这安尼一条一条，这有头屏东地区头有八百几条这款崩塌地。啊，这就因为拄啊进前，比如九二一大地震啦，吼，啊，过来进前，日本时代来，甲咱撤足着好个茶去，但是日本人伊撤茶，伊无挂头乌起来，国民党政府来吼，茶撤去，连迄个根也乌开，乌开做艺术个啥物茶桌、茶啊，迄、那个泡茶桌啊，吼啊加屏风，啊因为迄个高附加价值嘛，吼。啊、所以因足骨来学的，啊，即马大地动了，土壤松软，啊，即马九一大地，迄个迄个莫拉克风灾吼，三天内落差不多2000毫米的雨水，落伫高屏地区，啊，所以造成迄个莫拉克风灾吼，即、這个小林村啦、啊，许淹埋许，啊，造成即个崩塌地八百几条，哦，一条一条白白的吼，好。啊，另外，这是山林，我去爬山的时候，啊，拄好看到这张树啊，伊这个是原来一个崩塌的迄个山坡吼，啊，拄好这张树啊，我看，哦，这根差不多12米深啦，差不多三层楼啊，表示一张树啊，伊的根扎在山里面吼，山土里面，伊是咧做水土保持的作用吼，啊，所以你若把树啊扯掉，佮把这个根挖掉，这根烂的。即个土自然啊，落土就崩也，就流也。好啊，所以以前我做囡仔，唔捌听咧讲啥物土石流。我看阮个山顶若落大雨，就有一条一条白白迄个瀑布，但是无看像头拄啊一条一条灰色的迄款崩塌地。好、哦、啊，以前阮遐若落雨，倒爱落差不多连续落一礼拜，较有看到山顶个水流落来，安那？因为山顶个水土保存好吼。你自然生态，你许个落落来，许有真高诶，迄个腐殖土吼、哦，腐殖质，迄敢若海绵呢，倒来遐拢树坝。因为自然的生态是有大乔木、中乔木、小乔木、灌木、地被植物，搁地衣。一滴雨滴落来，要落落来到土骹，已经几下甲沉咧，甲缓冲无好，伊直接撞击迄个表土，啊，所以一层一层树。所以遐水爱落一礼拜，靠水流落来，阮个溪沟，爱溪沟拢要足清气个。即摆毋是哦，落大雨，下早落下晡就弄伊山卡落来，啊，迄水是拢土黄色个，表示足侪泥土拢被冲刷，跟着流到河里、流到海里去了哈。OK， 好，啊，咱即摆虽然台湾啦哈。雨水量足济哦，全世界吼，咱的这个缺水排行榜吼，联合国甲咱排咱伫第18位缺水的国家，因为咱台湾东西的这个河流吼足低，啊个高低落差足大，所以若落雨，差不多两三点钟就流去海去啊，啊所以拢无来不及伫表土渗透。为咱的地下含水，好，啊，所以像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咱一年台湾的年降雨率是2150毫米，啊，以色列吼，伊沙漠国家，伊一年落差不多200毫米呢，差不多咱的十分之一，吼，十一分之一安尼，
但是因有法度克服哈，这个用水的这个问题。因敢那靠以色列靠迄个加利利湖提供65%的这个供水，啊，剩的35%欠水要安怎来？因得去发明海水淡化的技术，啊，所以因呢以色列海水淡化技术哈，全世界排，那无排第一名嘛，排第二名，哦，啊，因哥利用灌溉系统、电脑灌溉系统、滴灌系统，哦，像这就一个滴灌系统，以及。因虽然是沙漠，但是因嘛爱用一寡农业生产来做伊个粮食战备粮。哦，无伊以色列这个国家真独特，跟台湾介共。伊边啊拢是阿拉伯回教国家，拢跟伊是敌对。啊，咱台湾边啊拄好一个罗马国家叫做阿共啊，中共。哦，啊因嘛是差不多全民皆兵啊。哦，咱家查甫只要20岁。体格啦，家庭的意向吼，拢会当拢爱调去做兵。以色列连查某拢爱做兵，哦，所以因是全民皆兵啦吼。啊，因伫迄个环境下，因要求生存，因为着不爱互人封锁吼，所以因嘛爱自备粮食吼，啊，所以因这农产品里头，沙漠地区发明这滴灌，伊用电脑控制讲，即丛植物一工要食偌济水，电脑甲控制滴互伊食。边啊拢无水哦，边啊拢呆，边啊哪拢呆，有一个好处，杂草都发袂起来，所以也免去烦恼除草。啊，伊一工要食偌济，伊就用电脑滴互伊食，吼，啊，所以效率足好诶，拢无浪费。啊，那么伊海水淡化技术会当提供25%诶水，但是安尼嘛要欠10%，迄10%因搁甲所有诶水回收，搁经过过滤，吼。因有一寡高科技的过滤的技术，佫会当提供10%，所以因的水就无欠吼。但是因水管制作业哦，啊，因的农业啊，因政府开一个监管器，啊，伊到你的田边，啊，有倒一个刷卡机，你若要用水，就爱刷卡，看今仔要甲买偌济水入去用，刷卡落去水就家己电脑就控制就开入去啊，吼。啊，因以色列袂使洗车。洗车爱防罚钱啊！因遐因拢用家门清清清的尔。好，这个粮食甲国家安全，你若看中国历史吼，因号称5000年啊，其实是3000年尔吼。因迄3000年，就是因若有咧战乱的时阵，就是拢粮食危机，就是拢干旱啊，是水灾造成农产品失收。啊，农民无通去食，吼、哦，农民变盗匪，变强盗，吼、哦，啊，甚至有些去甲这个政府兵调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粮食跟这個国家安全有关的，啊，比如讲，像咱台湾是海岛的岛属，吼、哦，蒋介石退休来台湾的时候，咱，哦，我最近也常听到一句话讲战备粮，我拢咧食战备粮。啊，这是足矛盾的吼，嘛足讽刺的。咱甲拄啊刮起来新的米，啥伊下大成果，啊甲旧年旧米杀出来食，啊，逐年拢咧做这个只戆的代志，拢咧食旧米，新的拢无食。啊，这嘛是足无奈吼。啊，因为这爱做战备粮嘛，旧的食，那万一人封锁，旧的食完嘞，佫有新的，起码还佫有通冻半年。啊，这就因为战略上的需要。啊，所以用需要有一寡战备粮，哦，所以我做兵嘛，食足侪迄款臭埔米吼。然后做兵过应该拢有食着啦吼，食着谷米。啊，咱台湾因为以前虽然拢食稻米为主食，但是即摆少年拢已经改变迄个饮食习惯，拢食素食吼，食面包啦，食面食类呀。啊，稻米顶多食较少，所以足侪田农拢爬荒拢休耕 ，OK。啊，咱台湾干呐粮食自给率干呐32%尔呢，剩的68%拢进口入来，这对咱来讲是足大的危机，因呐。阿强若去批评干咱海上封锁，咱一寡粮食无法度进口吼。咱32%的粮食，若要照讲等于讲，咱一天会当食一顿尔，因为干呐1/3尔嘛。
那大家枵啊，那把遐战备人拢抢出来吃，吃完了，咱家己就内乱啊。阿强啊，免怕，咱就家己内战啊，为了粮食，咱就内战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纽西兰来好啊，考虑讲吼，要安怎提高咱的粮食自给率？好、哦，来，我认为呐，咱民政府执政，绝对爱把粮食自给率50%以上，吼、哦，上好来到60%啦，哈、哦。啊，美国因粮食自给率是到120%，所以因为因土地阔，啊，拢用大型机械化咧种稻米啦、啊，种小麦、吼、哦、大麦，啊，是迄个玉米，啊，所以因的粮食足足的哈、哦。OK， 好，啊，你看这，因为这些拢了钱，所以有的老农，规讲啊，我勒啊年纪大，我规卖做啊，我甲地租予科技公司。去种电，用太阳能板种电。啊，这边阿丢也不爱种啊，啊，做人乌鱼窟啦去种泰国虾，种鲈，那个饲，那个饲鲈鱼啦，唔是用种的啦。啊，你甲想啦，如果那台湾用红色战争，啊，那无牛食，食到无牛食，这个敢袂当拆落来补？这人分一地等于补，你敢补会落？好、哦。哦，啊，这足好个农地咧休耕咧废耕哈，啊，这政府就爱个一分地补伊5000块，啊，啊，这即款熬大个像腊木啦，啊，是大许个一挂遐废洞迄款个吼，迄、哦那个大足紧个哦，这边啊这杂木啦，要发界连工拢发遮大丛，啊，若发一丛讲啊欠粮食啦，赶紧买过来定种布条啊，哦，遐请。种机械怪手来哦，来处理迄个，还阁开足侪钱。啊，农民也想讲，哦，还要阁重新复耕加麻烦，还阁开遐侪钱，大家就软卡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做房子的，山顶咧砌树啊，啊，平地咧造林。哦，这个是错误的政策了，哈、哦。好，啊，即摆就讲吼，像这。哦，这三个你也看水，拢咱这布条啊吼，啊咧补农药。哦，这三个像迄无敌铁金刚呢，拢无防护面具，拢无保护措施呢。这喷农药，第一个他们因拢先受害，啊，若无照时间安全期咧补药啊，啊，这稻米有迄个农药残留，啊，就广大的咱台湾农人民咧食吼。哦啊，所以是安怎？咱台湾平均啦，每一个人一年拢用9公斤的农药，平均哦。这全世界，若无排第一名嘛，咱应该是排第二名。咱要输迄个中国去平啊，中国咧补药，佮补了佮愈较无节制吼。啊，你佮想啊，咱一年拢啦拢啉9公斤的农药，不过。病愈起愈寡紧，啊，拢无到病床嘛，啊，拢大家食歹物件，啊，较来身体拍歹，较来住院嘛，啊，这嘛是咱第政府上大的责任，就是管理无好，好、哦、啊，第二就是农消费者啦，哦，第三就是这分担的农民啦，一部分啦，我们就讲全部啦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。这款的恶性循环，咱来想办法把它矫正过来哈、哦。啊，其实农民吼、哦，有时啊就是讲热，也是一个原因啦。因为你挂口罩吼、哦，啊，流汗这口罩准打面，准变绝缘体，你吸无空气，吸袂入来。除非讲你着爱买较好的迄款，真正像恁战争有一个迄个活性炭头前迄吼，吼、哦，迄款着较好吸，嘿。啊，迄挂来着做成一只滴啊。来，啊，这海蛎啊，吼，我买2斤回来，因为我家己一个人咧食饭啊，到第三天买食，我发现有一粒烂去啊，吼，这菌已经入微生物已经入去那个分解啊，吼，啊，这三天就歹去啊，吼，来，啊来看这粒柑啊，啊我若有买几斤柑啊，啊食食食，
我看报纸吼，啊，临时电话来吼，我阵报纸就甲黑咧，煞甲砍去啦。啊，即马人要几十工啊，较过去现着。诶，无歹，啊，我就讲，啊，无你到底当时较要歹，我就搁甲黑一直甲观察。三十天不坏，到差不多第35天较歹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看你要食对一款，哎，对，都爱食迄三天会歹。这农药唔知偌重啊，重甲微生物困拢唔敢活去，吼、哦。因为微生物伊细只吼，伊个敏感度比咱较，愈大只个物件愈迟钝啦。啊，微生物一个偏着，啊，这有药味伊就不爱活去啊。所以拢袂歹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你若食这吼、哦，你肝话连袂歹。好，啊、来看这个农村跟都市的这城乡差距哈、哦。这离增加所在起这白东起啊，遮水。啊，你要看讲哦，增加诶农民拢遮好，其实唔是哈、哦，因为。差不多十年前开放这个农地自由买卖了，你只要买两分半地，按、啊、两年后以后，你就会当起农舍。啊，这种都市人落来庄卡买农地啊所起的别庄，算伊的度假的所在，伊就拜六礼拜就来庄卡度假。哈、哦，啊，农村吼、哦，还佫做破落的，哎、啊，我就不去吧。哈、哦，大家去庄卡看就知影哈。哦啊，咱即马来看，中华民国流亡的军政府，伊来台湾了，伊用对辣椒就甲咱台湾人压制得服服帖帖，或、哦、者、啊、大家来探讨看卖。哦，第一个，伊就有计划利用二八事件，甲台湾人的精英，甲要30,000人抬掉，伊按照名册来抬哦，所抬的拢是医生、律师、教师、地方的头人。一类的，拢会当做领导人物的人。哦，啊，这个这精英是日本政府开50年所训练出来。你甲想，即甲要30,000人，这人若无死吼，啊，若遐个中国人若卖来，咱台湾真袂输，无输中迄个日本本土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蒋介石知影讲，伊若含国共内战若输。若要走来台湾，无先甲这精英抬掉，伊足歹管台湾的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就用金融甲经济吼，伊、哦、来台湾了，就甲台湾的糖、油、米、盐，拢送去中国，一挂伫上海倒卖，系因的国民党因家己落地啊。啊，一部分较去国共内战的资源，因的迄个补给物资，吼、哦。啊，伊。1949年，吼、哦，因为伊物件一直杀去中国卖，伊一直印钱，用纸甲咱换食物，实际的物件啦，糖、油、米、盐，伊就一直印钞票，哦啊，所以物价飞涨，迄阵呢，旧台币一直贬值嘛，哦、啊，所以到尾啊，就用40,000换一块，吼、哦，伊甲咱的金融、甲咱的经济、咱的民生，48年来，台湾因为是宝岛，等于也毋捌饥荒。就迄段期间，足侪人拢去夭着，吼、哦，有诶夭死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么韩籍就好加在迄阵已经有韩籍救足侪台湾人，因为韩籍好种，若无水诶时，种韩籍也有通啊靠韩籍食，吼、哦。因为你若无水，水稻无法度生，啊，就爱来改种韩籍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迄阵嘉南平原因为迄、那个嘉南。大郡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水供应了无够，拢爱用轮作。哦，你今年你若种稻来，明年你就爱改种旱季，用轮作诶，哈、哦。好，啊伊用什么耕者有其田呐、啊，哈、哦。啊，山丘建筑，甲大地主变小地主。啊，这個、大地主拢嘛是地方诶头人，属心哈，会当领导一方诶人来咧跟国民党抗争诶，但是伊都用这甲你变，互你变小地主。因为你要招人去抗议，起码你嘛爱，你讲无分走路讲无嘛，分一个便当方只，你连便当无方只，人怎要对你吼、哦？对吧？好、哦，啊，过来，剩咧台无了，就用白色恐怖，好、哦、来甲你，你若讲话无下伊听，就甲你掠掠，
去火烧岛关吼。OK， 好，啊，过来用低薪反转，伊都甲你讲，咱拢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哦，咱本来台湾人，咱是日本的台湾人，啊，咱战败嘛。哦，哎，即马来甲咱讲，哦，咱回归祖国啊，咱拢变战胜国这边的。哦，你拢甲你改恁的国籍，改做中华民国国籍。我啊，咱即阵本来咱跟中国是敌对的，哎，即马甲咱讲，我们回归祖国，哇，咱就偏讲咱来，啊，大家来去敌的时阵嘛，拢想讲，啊，我要徛赢的这边，上要徛输那边，所以改做台湾人。背叛自己，哈，也背叛日本天皇。啊，因为咱的身份错乱，啊，伊哥甲咱用愚民教育，哈，譬如讲，1945年10月25日，伊是迄天号做军事占领日，但是伊甲咱讲迄天号做光复节。啊，咱战败他有啥物光复节？哈，啊，这就是一个愚民教育，哈。哦，啊，佮用假民主选举。哦，就大家拢来选举安那，来支持他的合法性。因为呐，伊调个拢每一届总统大选，拢互你讲啊，差差不多3%尔，来回差1.5%尔。咱若较拍拼嘞，佮加1.5%遐人救过来，咱就赢。哦，所以造成国民党迄边也作孽，啊，民进党立军咧这边也作孽，所以冲高迄、那个。总统的投票率拢甲要到80%，拢76、78这个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你甲看，你若甲2008年谢中廷跟马英九选，到今年1月10日小英跟马英九选，拢甲当作统独公投，因为马英九代表终极统一的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日军呢，拢是讲咱要独立的，而你甲当作统独公投，会咱输呢。而且投票率拢遐悬，外国人呐来看台湾，用伊咧看的角度看，嗯，啊是恁台湾人欢喜要选统派来甲恁管的啊，啊恁以后是要惊伊跟中国统一的啊，因为恁投票率遐悬，对不？啊，谢中廷应该阁输那么200万票，吼、哦。OK， 啊，这就因为第一用不公平的选举，吼、哦，假民主就是讲，伊用东山。吼、哦，啊，佮用所有广电媒体拢95%拢伫个手里。台湾了来替咱台湾人发声，拄啊像《自由时报》吼、哦，也是《民视》吼、哦，头家来开讲即款的，也是《大话新闻》。啊，即马《大话新闻》来去哦，迄种关掉伊嘛，哈、哦。OK。啊，即个40,000换一箍吼、哦，你看一下，奉令以40,000比一箍折成新台币。啊，遮咱来看，然后有一个新台币。如果中华民国对台湾有主权，那么伊应该要发行中华币啊。因为英国有英镑，美国有美金，日本有日元，法国有法郎。啊，你照讲，你中华民国你要发一个中华币，是安怎？你要换新币，你唔敢在台湾发你的中华币，啊，佮你用新台币。表示伊对台湾无主权，所以伊袂当发行伊家己的国家的币纸伫台湾。好 ，OK。好来，今麦来看这個，哦，这拢真好物件，尤其这个韩纸甲翻译，吼、哦，这救了介侪台湾人。因为汉灾的时候，台湾迄阵因为战争后介侪水利设施拢歹去，吼、哦，啊电，你有莫达无电，也无都加水起来，啊，所以介侪拢来变做种这個耐旱植物。哦，啊，咱即摆来看，即外来品种，因中国人拢会加一个番，即、這个番石榴，即、這個、番茄，啊，即番仔姜，啊，即番薯，即番麦，啊，即番仔花。嗯，好、哦，啊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原住民，我是平埔族，迄、那个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，啊，所以。高雄市政府伫这个谢中廷做市长迄阵，有成立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，哦，马卡道，吼、哦，我是马卡道的后裔。啊，我姓潘，潘姐头拄仔袂记自我介绍，我是三点水，住伫水边的番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这个
安尼介绍，大家就较好记啦吼。我先判，因为阮平埔族吼，足爱清气啊，所以拢住伫溪沟的边啊啦。啊，清朝的官员来吼，啊，就问伊的随从讲，哦，啊，即种的人姓啥？伊讲因这平埔族的吼，无姓啦，无名啦。伊讲安尼哦，啊，来遮看啊，住伫水边，啊，伊平都啊，你甲因遮人拢甲注姓号做姓判。住伫水边的番，哦，迄个阮的姓就安尼来吼。哦、啊，你看，即个番拢好个物件，拄好有一个歹个，即种外来的嘛，就是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个国民党政府来，即个拢歹，嘿，即个较是番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遐人吼、哦，我们要把他当人看，我们要给他重新教育。啊，即马第二个主题来，我来介绍我有种过遮绿美化的植物甲果树吼。遮、哦、包括你讲遮包括，介侪人听无？啊，你若讲树葡萄，大家都听有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足好种的，我到今年已经种30冬啊。啊，拄仔讲我学田主的，啊，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就是去种了这个树葡萄。因为我迄阵30年前伫高雄市还无劳工花园的时吼，无劳工花市啊，吼、哦。啊！伫台通八卦公司对面一个中央公园，每一年因农委会拢伫遐办10天的啥物光辉的十月，吼、哦！啊，伫遐有展示，拄啊有展示这个树葡萄。啊，我着甲买栽啊，迄差不多6克，差不多10公分，盆仔面10公分，105块。哦，迄30年前105块，那即卖4倍来甲算，差不多600块啦，哦，足贵的呢。啊，我讲啊，买10几丛啊，堪伊交换名片。结果到第10天伊哭啊！我判一个，我要回去家己啊吼！啊，我还佫我扎350丛来，剩了300丛，半价卖你，1丛80块啊！我落地啊摸摸，啊拄啊有庄甲买起，啊就准种落啊！吼，啊就我这是乌开要卖啊吼！啊，即、啊、有一个新的品种是大粒种的，即若生，你看伊枝着比原底扎的即个古种吼，差不多3-4倍大。啊，这个细粒种的差不多生个差不多5块至10块的铜板哈，啊，大粒种的这差不多50块的铜板，遐大粒哈。啊，但是我拄啊种差不多5冬还袂生，你拢头爱种8年才会生哦。树葡萄原来种头8年才会生。哇、啊，你看这花开到足，为头部就开始开到尾溜去。好、哦，啊，这花足芳的哦，伊这花介于玉兰花甲。桂花的综合体哦，足好片的。啊，迄阵我买300丛吼，我拢叫阮爸爸吼，甲、哦、我照顾。啊，差不多第9年、第10年，我等于顺吼。迄、哦、10年内底，阮爸爸拄好落2次肥料啦。我来讲，你莫迄个顶啊砍死伊安得好啊，啊莫迄个打死伊呐，打你个开水甲饮者。啊，差不多第10年，我去顺园啊种。奇怪呢，阮兜都无饲羊啊！啊，附近我知影无人咧饲羊啊，才会拖甲全羊仔屎。结果行到外看，哇，树仔顶拢一粒乌乌，啊，有诶伤熟落伫土骹，我远看叫是羊仔屎咧。啊，甲挽落来食，吼、哦，够芳有够甜有够好食。哦，我着赶紧请人来喂篱笆，我从街道里过树葡萄，准转为农业来了对个。啊，尾啊，即摆迄300丛吼，咧开做伙开吼。发生什么代志了？迄花芳芳甲什么情形？芳甲会臭，芳甲迄浓度伤高吼，煞芳甲会臭啊！再时候我拄啊起来吼，拄啊有诶开始开哦，足芳啊来味态愈来愈唔对啊！大家拢开诶时哇，煞变后芳后芳。或者伊是头前两棵含莲雾，含鸟把它赶去诶吼。你甲看伊这树干扛要把它赶快咯，啊！哎，这树也烫皮吼，这烫掉也是新的烫掉了。啊，这一点啊咧开花啊咧含苞后果，那乌都差不多会当食。你若乌第一工乌，比如下晡开始咧灯迄个紫色，明仔就灯乌啊，啊你明仔办。都无同时间，比如我拜当乌我办好来参观的人食，哎、欸，伊讲鸟巴拉味，
啊，拜二晚的，伊讲有色客的味；拜三晚的，伊讲哎有山竹的味。啊，后迄个讲百香果的，吼、哦。所以拢拢我听起来有六个口味，因为不同时间采收也味道会变。啊，我感觉上好食是差不多第八天以后到第九天，伊迄个皮衫经甲剥起啊，啊，所有的果酸拢已经转换做果糖，哦，迄阵甜个香。啊，那寒天迄批果上好就怎啊？一般热天的果，你若成熟也落落。啊，寒天迄批果吼，伊会掉伫树仔顶。啊，你甲等差不多第十二天，伊会有变迄个葡萄酒的味，酸甜啊，佮有酒味。好，我上爱食迄款的。啊，毋是我爱食呢，鸟也爱食，鸟鼠也爱食，啊，狗也嘛爱食呢。啊，人嘛爱食吼。好，哦，你看这都生个安尼吼。啊，你看这种藤壳嘛，吼，这都像要把它也树干的藤皮哈。啊，这上半段哈，啊，这是伊下半段。你看土脚边都咧生，一直生起。好，这安尼生几撮哈，好不？这我翕一半尔哈。啊，这细细长安尼吼，这算第三代啊，因为我种三十年啊。这第三代，这些长安尼就生，往那生个，嘛就土脚安尼生个吼。好，啊这吼，那食太无味吼。嘿，我奇怪，我就想奇怪，啊我这是送头版哩。尾我甲注意吼，因为我有饲迄个101中国，啊我若要甲饲进前，我爱先甲放好去走走哩，去放晒尿。啊本来拢若出去拢走两三分钟，就走倒转来，赶紧要伊巴肚枵要食物件。嗯，啊，但最近拢较晚，拢差不多五分钟才有回来。尾后我就甲跟踪，原来是这个高度都拢伊食伊，拢高啊，101中国食伊。哦，迄只高母啊，哦，这凶手。哎，欸，巴肚才落去，结果生几只，你知无？互恁了，十二吼，生16只。生16只哦，像迄猪啊呢，像猪母呢，哦，欸，对啊，啊所以吼，哦，我咧想讲吼，哦，这内底有足好的养分吼，哦，尤其对女孩子，你若有迄个不孕症的吼，加减食寡试看卖，啊莫食伤济哦，无你若一届生三个，你抱袂起哦，一手抱一个，啊第三个你要叫我甲你倒抱，我无法得，我生真。秋葡萄，秋啊的葡萄，嗯，啊伊拉丁的学名叫做加波提卡巴，加波，啊伊汉语甲用加宝果加波，吼，哦，用伊音译，啊那台语吼，台语你若要记会条，我甲你讲伊这个拉丁文你要甲记会条吼，加波提卡巴你甲翻译做加波提巴安尼吼，都较好记啊。哦，来，你看，这里可能有吃猪葡萄，生11胎，哦，这破纪录的印度哈，这个份，你看，生仔的只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仔，哦，啊，讲了这啊，这个还佫转来爬到转来讲的，伊即卖生哦，生16只，我唔知啊，到底生几只？哦，啊，踏来踏去。我就准杀一个盘，我就掠来算一只、两只。啊，不准我今麦在掠，伊今麦过一只盆狗加倒转去。哦，啊，算半点钟算无。到尾等你狗无忝啊，咧困哦，开始算，好，我算哦，生16只。好，啊，讲好哦，跟恁讲，恁莫食伤济啊，女孩子哈。莫讲哦，这十一日讲要叫我倒片，我嘛无法度。好 ，OK， 我来介绍三月樱哈。哦，这朵朵是兰花啦，哈，哦，啊这，哦，啊这就种唔到品种，哈，哦，这种唔到品种，干那开十分之一呢，剩了拢叶啊，哈，啊所以品种足重要，哈，哦，啊这每一蕊拢干那五花瓣，干那兰花呢，哈，哦，朵朵是兰花，啊因为去年四月份《自由时报》有甲我刊报纸啊，报，啊所以有人好不容易找找找去找到我遐去，因为报纸甲你刊袂使讲电话甲组织。
哦啊、所以伊四界问安尼，好不容易问来到我遐，看到酒花花遐水，啊，安尼足赞叹的，赞叹了开始骂，哦，潘姐你足歹找，啊，报纸也无要牵电话，啊，阮安尼四界问，问几波才问着，哈、啊，伊讲好，有够水的，阮顶礼拜拄啊去阿里山看烟花，哦，光甲要死的，也无开你这遮水，要早就来你遮看就好啊。啊，这我种第八年，哦，啊，这有一个好处，伊即马四月份下雨了，就差不多一个月来，就搁发甲青变变，你就搁有通啊遮阴啊，所以我车拢甲开伫树仔卡，好避凉。好，啊，这拢伊的花啦吼。好，啊，这个国外的范例，哦，这国外伊这可能种二十几年啊以上的款。所以咱开甲足大丛、足大片的，我加以时日吼，搁我十丛，我那可能我来像安尼啦吼。好 ，OK， 来介绍黄金果。啊，这黄金果是因为伊的皮是金的吼，你看阳光啊照着这个发亮，啊，搁黄的是黄色的，所以甲号这个名号甲足好的黄金果。啊，这个伊的宝藏吼，咱农改场是去新加坡印品种印五丛。其中一丛伫外口田间试验，啊，迄个宝藏四年前就统计讲，差不多一年会当生2500粒，迄丛差不多电话条较大棵啊，哦，啊真大丛，啊你若种一丛，你一家伙也食袂完，都还佫送互厝边隔壁斗食吼。啊，你看这丛，这也无介大棵，差不多小腿安尼尔吼，这里头差不多生200几粒吧，一年生200几粒。不是就生到尾后凹断的哈 ，OK。啊，伊这个皮衫你来用圆珠笔甲写字，哦，写了差不多3分钟，伊就氧化，迄字就浮出来。好、哦，啊，一定做一个包装，他们树葡萄包之后，送给男朋友、女朋友哈、哦、，OK。啊，这大粒种的，头拄啊，迄差不多3粒1斤，啊，这一粒头一斤，但是这个风味较不好食，较烂，哈、哦，食了烂。啊！但这个水果，迄阵阮爸爸才有80岁，我第一个搬落食吼。啊，因为我爸爸拢无喙齿啊，爱这内容物敢若像迄个布丁嘞，吼、啊，所以伊讲吼，伊活到80岁，毋捌食到遮好食的水果。好来，啊来介绍这个火龙果，有人讲火龙果，全世界上好种的水果就是火龙果，啊，伊的产量嘛上济。安怎讲上好种呢？因为阮第一个咧种的时候，阮大哥感觉做咧做嘛，伊甲倒冰插，头伫顶悬，结果一头安那发根落，安尼有好种无？你要甲种好死足困难的。哎，啊伊个高生啊，伊伫阮屏东一年生10摆至11摆，我、哦、看热度啦，伊若较冷较早。寒流若较早到，伊就停止开花。啊，这里我的朋友的园，因为伊拢用杀草剂，甲涂骹的草啊、厝死了了，除甲清气清气。啊，因为伊是气根植物，其实伊沙漠虽然会当讲做沙漠植物，但是伊真正伊是一个丛林植物，伊是攀爬植物，伊靠迄个气根木树啊一直爬起哩。所以伫越南。这个火龙果往哪救越南人？往哪救个人啊？因为美军拢用迄个落叶剂，哦，用飞机用落叶剂喷洒一下森林，好吧？因为拢丛林战嘛，啊，游击战越共拢挖地道，啊，佫拢秘伫个丛林，啊，所以美军拢找无人，伊拢用突击战，啊，所以美军吃了很多亏，所以因阵尾啊用除叶剂，把遐森林的叶啊拢。烧掉，但是战后上大型恢复的，就是这个植物，因原底原来是森林内底，好、哦，啊，所以所生的个救足侪饥饿的遐越南人民啦，哈、哦、，OK， 啊，这个我来，我这有草啊，拢要保持好发，啊，中央有咧行路，所以就较无草，哈、哦，啊，这境界风味无同。用草生栽培、有机栽培，吼、哦，外个
甜个芳，所有买过我的水果食过了，过去外口菜市啊买，拢讲奇怪，伊拢买无我这款口味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因为你管理的关系啦，哈、哦、，OK， 我、啊、这多回报多来，哈、哦，啊，这差不多五天就变只来，啊，伊这你会当两粒淘汰一粒，这个切掉，这个花麦拍算甲当做蔬菜，你等于甲剁个幼幼。啊，煮蛋花汤，煮连坎鸡，煮连勾芡就对啊。哦，就好食，嘿。啊，这个味，因为伊有足侪好个植物性的迄个胶质，嘿。OK。啊，红龙果吼，伊是堪迄个芹花同款，昙花一现，暗时啊开，伊头八点，暗时啊八点开始开，啊到明仔载八点开始下，吼、哦。OK。啊，这是紫蕾啦，啊，这熊蕾哈，这花规律拢会使食啊。啊，这都，你看伊后含苞的，后青果，后开始熟尾会当办的，哦，伊这每十五天会当办一届，差不多办半年。啊，你甲想啦，所有的水果你看，山啊一年一摆，莲藕一年一摆，乃至一年一摆，对不对？这每十五天一次，啊，生头十次至十一次。莫拉克风灾那次，八月初八，我的花开啊，刚好大雨洗掉的，所以授粉不完全，所以从头那些相片，那花都黄的，吼，但是足可爱。一般我到头十月底就还有无果糖好办啦，结果伊伫个十月中佫开一班花，到十一月中佫花办一批果，嘛是办十一摆。你看有可爱无？伊讲啊，我一年都要生偌济互你，都不管风台来无来，我拢要生只互你就对啊。所以伊会阁补我，安尼有可爱无？这无种会艰苦呢，吼、哦。啊，阁袂伤忝，十五天卡叫你来办一摆啊。啊，我因为即群啊离我较远啦吼，啊，拢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伊甲我买我的仔啊，啊，我甲租伊的地，所以种小隔壁。伊拢敲电话，潘啊，啊，佫唔来办呢，开始咧逼人呢。拢伊叫我去办，我较赶紧总去办。啊办，因为阮太太，我无咧上市啊。阮太太咧开服饰精品店，啊，伊拢事先叫人去爱登记。你即届要买偌济？我比方买五十斤。啊，但伊这虽然十五天一届，但是伊有大生甲小生，伊有一个幅度，就是讲，我比方大生生一千斤，啊，若较。后批就差不多生六百斤，啊，佫过迄个一千斤，佫过佫六百斤安尼。啊，所以若有甲我订，啊，若拄着小批，伊甲我订五十斤，我就会当互伊二五斤尔，减半供应，安尼大家较袂怨叹讲啊，伊拢无买无。好，好，啊、来介绍这个梅花植物。这个树啊是会当做幼鸟树，啊，伊吼。出新叶拢红的啦，吼！啊，因这有光害，所以看今晚看较无，安尼就我比会出来吼，这拢红红无，啊，这种青。啊，所以有朋友带伊的朋友来参观我园啊，讲去七八月，用哎，看下你的枫叶，它七八月咧红，其实看唔到，这叫做罗庚梅啦，哈。啊，伊生迄小果实，往那像手指头安尼俩，拢红椒都来食呀。啊，咱人呐，红红放开食，涩涩酸酸。你甲等落乌了吼，甜个芳，但是拢等袂赴乌，拢鸟食去啊。嘿，哦，嘿，这是幼鸟树，养鸟树，而、且所以你看这寒天伊就叶啊绿，啊开春伊就规个拢红个啊。哈、哦、，OK。媳妇，不会哦，好 ，OK， 好了，好来红花枫林木，这应该大家较有看过啦哈。这像个绣球安尼，一蕊一蕊，一球一球。那么这有一个缺点，伊这开花头七天就是开始下，差不多到第十天就落了了，没有啊。啊，咱头拄仔三月因开五十天，差不多伊个七倍吼、哦，七七四十九。所以三月因的花期足长嘞。好，啊，今物咱来介绍讲，啊，要安怎种好个水果，这个三要件哦。第一就是爱有优良的品种。啊，比如讲，枕头都爱花，开十分之一，迄个种唔着品种，哦，所以品种足重要。
就譬如讲，咱要种山啊，你若讲要种大粒的，咱就来拣迄个金红，哦，迄一粒拢两三斤有无哈？啊，金红你要甲种哦，像土山啊，遐些粒就足困难啊。好，啊，你若讲去买土山来，要讲甲种哦，像金红遐大粒，我迄嘛真困难。啊，所以咱品种就要先选好，你的目标是要创啥？是要产量多大的、大粒的，还是要中的好食的？吼、哦，你得爱先事先选好。啊，我即马是有感觉有一个品种袂歹，叫做四季山啊。讲四季拢会生，我、哦、开始伫我遐免啥管理，伊就生三摆。哦，啊，你若认真甲管理，规年拢有通啊办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四季山，尤其寒天迄帮的山啊吼，足芳的。嘿，你一条街下多房间吼，你门拍开了吼，迄山啊芳足好个，啊，佮奈储存伊皮较厚，所以伊会当下十几工袂歹吼。啊，迄个袂歹，毋是除农药个，迄是自然袂歹啊。后来，佮来就是施肥管理，原来足重要。老一辈像阮爸爸因迄代，伊对于农迄个肥料个即个三要素，因搞不清楚。氮、磷、钾是咱的肥料的三要素，但是因早期的人拢买单味的，家己来配啦吼。啊，迄阵伊拢讲后灰胡啊啦、白盐啦、咖喱啦这款的。啊，因搞不太清楚讲这些肥料是啥物作用。啊，其实氮、磷、钾的氮就是咧发展伊的枝叶吼、枝叶啦吼。啊，磷甲钾就是咧开花。水果吼，啊果要哦好食，就爱磷钾爱较悬。你若生了，爱补氮会好食，啊磷钾较少个要紧。但是若要开花，我比如即马用树葡萄来比例啦，吼、哦。树葡萄第一你爱先控制水吼，即下骹完了讲了水。所有个水果你若要开花，你爱甲控制水温哦减少。互伊产生危机感，伊会感觉讲啊，我特别互渴死啊！哦，所以伊爱赶紧开花来传宗接代。像讲迄个卡祖拉九重葛，种伫个台山边啊，伊拢无人咧压水吼。时间到伊开甲足水个，啊，咱种伫咱厝头前个吼，咱想着就甲泼着水吼，哇！拢总枝条发甲足茂盛个，就是毋开花。哦，迄就是伊拢无危机，是哦哇，即个环境遮好。啊，免烦恼，啥物传宗接代，我也袂死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也拢袂想要开花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即马甲，卖互食水，伊就惊，哦，我都特别死啊！我若死都啊，后继无人啊呢，赶紧开花结籽吼，迄籽落搁会生啊，搁后代搁会传。啊，就譬如讲，迄、那个愈合包，哦，愈合包头十几年前较开始有这个产量出来。啊，以前哪会无？愈合包这个品种足早就有啊。啊，就是阮屏东遐有一个农户吼，伊向发现讲，啊，奈这丛树啊，遮大丛，拄啊，即花有生，有开花，有生果。伊甲研究甲看，哇，原来是一个蛀心虫，迄丛迄个枝条甲翻，顶个甲翻去，啊，漏一出啊，无食无过了了，遐还佫会上水，差不多上剩十分之一水去哩呢。即话伊就危机意识啊！伊讲爱赶紧开花，啊无要打死啊！我做迄花轮有生，啊伊尾也想想，啊无我来用人工方式，伊准备机啊。过年伊就用机啊加环科，不同的深度、不同的宽度、不同的有诶科十分之五、有诶科十分之九，啊看啥物人生上济，安尼研究。哦，尾也哦，开始有伊就寄台北个迄、那个。国泰公司唔爱收着遐大件的迄个玉荷包啊，哦，迄价钱拢天价，拢三四百，一斤三四百安尼。伊阵好价起来，啊阵喊起来，伊嘛起白装喊起来。啊，农改场的人都想要补，要安怎甲玉荷包创哦有个通个价就对啊，会开花就对啊。阵爬墙啊，你要偷看，佫不停又掠着，啊迄个。老实讲，迄个原话讲，啊，阮都研究拢无路吼，啊，你是到底安怎用的吼？啊，伊较甲迄个秘诀甲讲安尼吼，啊，即技术较公开，哦，过来
墨西哥育儿包，即卖育儿包，若讲拄出，即卖恒春了吼，正去伫恒春上南部上台正出嘞，即卖嘛才百五或两百安尔，吼，啊若来到高雄大洲遮咧大出，就剩头五六十啊，吼，啊就差足济啊，吼，啊这就是，我那一挂技术啦，吼，好，啊这安尼先安尼讲过啦，吼，好，啊来讲这个乔木。有时啊，咱为着要起厝，还是路要开有遐过，啊，拄好漳州啊都足珍贵的，咱想要甲留落来，啊，都爱有预做一挂动作吼，啊，这是一挂伊要使用的工具啦哈。啊，传统的就是讲四个人挖开，啊，这用竹啊顶甲堵嘞，啊，无有只起风会有淹倒的嘛哈。啊，差不多一个月后，好伊即个土条适应好了，啊，是即个伤口拢有愈合啊。咱较搬刷位，安尼称呼你较会惯哈。OK， 啊，这树葡萄，因为树葡萄足够帅，因为伊个幼茎足济，啊，所以乌青青啊，差不多两礼拜哈，都卖像即阵六七八九呐，登落卖，剩个时间拢乌青青啊，差不多两礼拜后都乌出来，都拢会乌啊哈。OK， 啊，这是三月因，因为三月因个叶啊足济啦哈，顶悬个叶啊足济啊，所以。我边啊爱留一条筋，好出去外口食水。哦，这敢那一个吸管，出去外口输水倒来食。吼，啊无敢那这粒土条要供应较大个迄效量，叶面的蒸发的速度吼，你这粒土条那么要树大个，所以爱留一条树管出去外口输水食。吼，这我发明个，阮老师也无教这步。啊，所以虽然隔行如隔山，但是隔行你去个，因为你无被原来的技术甲你框住吼，你家己会发明一挂步吼。啊，这样呢，输不到。但是这上好就是讲，你边啊有经过一个滴灌系统，甲供应这粒土条，因为输不到足够食水的。啊，这赶快。啊，你若拄到这个土壤是沙质壤土吼，刷刷混混散散，稍微叮当就落去的吼。这土条顾袂掉，你得要用胶布甲边啊包起来，保护起来，莫有散掉的。因为土条若破去，存活率减一半以上。哈、啊，啊，这是挖好啊，包装好，准备要吊车来吊去的哈。啊，这是个另外一个处理的方式啦哈、啊。这个是呐，同行来买，伊买等于拆咧啊边啊，甲用一挂土小块砍的。或者假值，假啊种的呢？啊，那人家看了假的，水也在吊走，吼、哦，啊，拢免阁订包装，免阁订哦。OK， 啊，这个就是因为三月樱吼，也烟花这个算新的品种，啊、我同行来搞买伊的，惊伊讲我唔捌买过这个树啊，唔知好耍无，所以伊要求讲叫我先挖开了，吼、哦，啊，等伊阁发新意有无？伊确认讲哇。好、哦，阿卡伊卡派车来吊走安尼 ，OK， 好、哦，啊，这是原来要外销的哈、哦、，OK， 好、啊、来介绍自动灌溉哈、哦，啊，这个自动灌溉，我家这种以色列所生产，以色列这个国家哈、哦，有足多值得咱学习的，比如讲，伊虽然伫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希特勒杀死要600万的犹太人哈、哦啊，所以激发因。建国的这个心，啊，因在遐恶劣环境下咧求生存，那么因本基督开始嘛无啥物重工业嘛吼，啊，所以因的车辆嘛是爱买德国的这个面子的，啊，伊甲德国的面子的车买来做客停车咧用，伊安尼做有啥物好处？因为面子的车作用重耐操的，伫沙漠地区。比日本车较耐，所以第一，伊耐操比美国车加两三倍的迄个耐用程度，啊，计着啊差不多，吼、哦，啊伊佫会当甲德国的这个名牌讲，啊你这是互我做客停车用好尔，甲消遣就对啊，吼、哦，甲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咱也莫讲，啊，比如讲即摆中国拢生产一挂俗的物件来。在咱台湾的这个，比如五金的这个行业吼，每件10块会计一，迄种足侪拢中国货，
啊，其实咱卖看，因为咱较早嘛是做这个工课啊。上早美国是伫最高端，啊，日本来到台湾。美国的高科技伊有一寡转移给日本，啊，日本较一寡部分的技术转移给咱台湾，这算垂直分工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迄阵咱拢算伫美国来讲是美国的芒果，啊，所以美国会教一寡技术给台湾甲日本。啊，那么尾啊，咱家己往那发展轻工业、重工业一直起来了，咱这五金工业这较无利润的，咱就放往外国去做啦，吼、哦，较落后的国家去做。啊，咱应该往高端的方向来发展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摆题外话，上简单的头拄仔咧讲的这个滴灌系统就是这个，吼、哦。伊这个会当电工，你要外扩一个低点，吼、哦，像这个差不多三尺一个低点，你嘛会当电五尺，看你的植物的枝枝外长吼外扩，拢会在电。啊，这是叫做微喷灌。伊这个就是，你若一丛树啊，小灌木，啊，你着看落地，伊这喷180度，安尼喷出，吼、哦，180度。啊，你若讲这丛树啊，卖出去啊，挖出去啊，你这个拔开，哇，这个缩掉，这个倒插啦，吼、哦，着封起来，着袂阁出水啊。哦，所以这足方便的，这伫阮园艺界吼，这足好用的。有树啊，卡甲插。哦，插像安尼状态，佮插伫涂骹，计量插伫涂骹，都安尼喷出来。啊，你若无要用的时，佮倒变，佮插倒转去，就封起来啊，就袂出水啊，哈。好，啊，即我那属微喷灌，啊，即会当喷直径60公分，一边30公分，一边30公分，然后喷一尺，一尺安尼。好、哦，即都小灌木用。啊，即直径喷6米，一边喷3米。好、哦，即若像荔枝都，也是适起啊，即一丛一粒，哈、哦。啊，这就较大面积的，吼、哦，这个喷15米的直径，差不多迄边壁到这边壁安尼吼，啊，你踩到中，吼、哦，啊，伊用颜色来区分伊的出水量，吼、哦，比如这绿色，一点钟，会当出200公升的水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呐紫色的，嗯，250公升，伊用这個，啊，以色列发明这物件，这個、我用10几年，袂歹。啊，佫做个修理，你若有迄个塌掉吼，你拢免扎机器，用手就会当拍开修理。哦，那塌掉清清的，佫啊倒倒转去，哦，足好用。啊，伊这有防紫外线的迄个抗紫外线的成分吼，啊，所以用10几年袂歹。啊，但是伫台湾吼，伊这个喷哦是用回旋的吼，有齿轮带动。啊，所以咧电动吼，啊，因为以色列是沙漠国家，因无这个问题，因遐昆虫无遐济。伊毋知影讲咱台湾报道昆虫一堆，尤其有一款蜘蛛，伊看咧你咧当咧说，吼、哦，这一个毋知啥物动物吼、哦，可能会当食。等伊停下，电脑讲停，无咧喷，无咧动啊，伊就收来，甲你用蜘蛛丝甲你拍起来，包起来，甲你绑起来。我等明仔载，电脑讲开始喷，我伊煞准喷2点，这2点拢咧做水灾，剩咧拢做旱灾。嘿，啊，所以阮甲反映伊即马着。以色列发明这个叫做防虫型的，伊这有泡泡压的这个会跳开哈，电脑压力若来，伊就跳开落喷喷喷的，继续修改扛起来。啊，所以迄只蜘蛛就没搞头哈。呀，啊，这个上新型的，这个佫喷较悬哈，我嘛是讲阮跳开，哦，啊，若喷喷的修改哈 ，OK。好，啊，自动刚刚爱有一个控制器哈，啊，这个。控制器有两种，一个传统的机械式的，啊，有人讲叫做类比式的哈，啊，这个类比式的，这24点钟的 time 嘛，啊，你着看几点，哦，比如下早要8点开始喷，啊，变一格，你着喷15分，啊，但是你若喷15分，有时啊伤久，有诶树啊、细啊、长啊，伊着差不多喷2分钟就有够啊，啊，你喷15分就变水灾，也有淹死啊，哦。所有的树啊，的根拢惊浸水，浸水有浸伤久会烂去，吼、哦，所以就要用这个叫分流计，吼、哦，这个你就会当控制位零一分钟到35分钟，拢会当控制，会当调整，看你的植物的需求了，哈、哦，啊，这赶快叫呢类比式，
好啦，啊，这是以色列微电脑控制器啊，吼，啊，这以色列做的，啊，我是较爱用这粒，这粒是美国做的，诶，这间公司做的，足好用的，吼，这一礼拜七天，啊，你看要拜盆、拜二休盆、拜三盆、拜五、拜六休盆，拢会当在里调，啊，会当分六个区域，比如你若有六分地，每一分地拢甲分一个区域，第一个区域要我喷三分钟，第二个区域要我喷二十分，就在你控制，可以个别控制。哦，啊，一天会当喷三摆，透早一摆，中昼不，卖中昼时啊喷啦，原则上哈，要阿妈喷一摆，半暝啊会再搁喷一摆。哦，啊，搁会当一个百分比，就是讲，那天气较热，较够食水，你甲调150%，正常你甲调伫个100%嘛。啊，若到寒天无啥会食水，你甲调转来50%，即个拢免阁落去个别调整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足好用诶。哦，再搁一个，袂记讲，即两工喷一摆，三工喷一摆，五工喷一摆，啊，即逐工喷，哦，即只有够好用诶，万能诶，吼、哦，好。啊，较早我捌用即只去控制阮兜诶电视，因阮囝吼电视看甲拢毋停，袂要休困，我足惊近视啊。我拢甲控制讲，后来早时啊，透早起来起床，互伊看半点钟，哦啊下暗顿后看偌久安尼。平常时伊开拢开无了对啊。哎，好啊，这头拄啊介绍过啊。好，我拄好讲了品种足重要，哦啊，咱即马若有好个品种，要甲旧个改良吼，啊，就用嫁接的方式，吼啊嫁接要有这个工具啦哈，啊这个。工具，这个是荷兰设计轻省力的工具啊！你脑性子，等下再来摸看麦吼、哦。啊，这都我那剪刀啦哈、哦。这是人咧加花，像我要插栽啊，啊要加几落落来插，啊即嘛加的吼、哦，有些就落落啊。而且加的会加夹条咧，而且有一个夹啊，夹落啊，咱就落到咱的桶啊内底吼。啊，这是正规的标准的切接刀，你要。插要切这要用的哈、哦，啊，这是一个内底有刀片哈、哦，啊，另外一边是锯啊，锯子啊、哦，这锯子，因为咱有时啊有诶较粗诶锯条，咱用剪刀剪袂，来用锯啊来锯哈，好、哦、啊，有时啊，以前咧接材拢用这个电气胶布，啊，即马较新诶日本有发明这个塑料胶帽哈。听说不是塑料，是石啦、石啦，不是前过迄个风台塑料的台风，哦，啊，这石啦胶膜会当延伸哈，伊、哦、这个延展度足好，会当又足长，会当包围哈、哦。好，啊，咱要看咱安怎接围。这石啦胶膜好处就是伊防水佮透气，啊，所以你新的材佮接外哈。哦伊迄个牙点会当突破这个胶膜，哦，你包了拢免插伊哈。OK， 哦，你看我甲石蜡胶膜拆掉，这接过啊，这就大粒种的黄金果，哈、哦。啊，这原底这是三粒一斤呢，即马顶管这个呐生是一粒一斤迄款的哈、哦。啊，这就算改良品种。OK， 哦，啊像山啊，这个要你种伫土卡，哦，啊那这个爆发力就足大、哦。你若要接过吼，这连个一个龙龙三尺长，啊三尺长，石蜡胶膜伊个迄个强度无遐用，所以咱得爱个包电气胶布甲保护，啊无迄凹断去吼。啊，比方差不多三四个月后呐，确定拢活个在啊，愈合了足好作用啊，这个结果已经作用啊，咱得甲挂开。你若无挂开，继续啊，伊缩着像个缩着颔棍安尼吼。OK。啊，你若感觉讲你初学，你技术无遐好，你一丛甲占两位，啊，那万一一位无过，起码要另外一位过嘛，哈，啊，就像这一位甲占两点，哦，这个失败，起码这个过嘛是算成功，哈，啊，但是旧个品种若阁博新呢，爱甲慢掉，哈 ，OK， 我来介绍远景，哈，哦，巩固完来吹打，我休一下。
向举稿。嗨。对，罪是绝缘体，对，没有错。包胶布，有古早有人用一个塑胶落啊，甲套咧防水，都不要让露水啊，是水雨水迄个滴入去，嘿，无唔对，嘿。好，我较等下，我那阁有较详尽的解说哈。好，啊，这就是我的园啊，我的园啊，敢那森林咧哈。这就是三月樱，啊，三月樱我有种一挂其他的，像这啦哈，这就是罗庚梅哈，伊出身了咱红的哈。啊、我遐个所在，我伫潮州啦哈，拄啊屏东平原的中心点，我遐离山差不多10公里，啊离海差不多12公里，哈、啊。啊，椰椰子树就有南国风味哈、啊。啊，你看这个三月樱的，啊，这站就拢安尼发到乌蒙，啊，你内底温度跟外口温度差别5度，哦，内底叫做阴凉的哈、啊。好，啊这。我为遐刷来，当，就这张我买去啊，哈，啊，我搁另外种一张去。好啊，所有的农作物拢会拄到病虫害吼、啊。你看，这原原咧接配新的山的品种，结果有一款蛀心虫，甲你蛀甲拢死去哈。啊，伊、啊、这蛀心虫嘛，甲你食这个，你若迄个花、迄、那个花花大个，就用蛀心虫食。好、啊、，OK。啊，这个是迄个金宝蕾、福寿蕾，有人讲福寿蕾哈。啊，这伫头30年前闯关入来，迄阵咧时间讲哦，人迄个法国的罗罗哈，足好食足贵的，我都有人想讲要仿法国的罗罗，啊，就进口这入来饲。我迄阵足好价哦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讲，伊后斗，伊赚一个后斗，差不多30万，迄30年前。啊，30年前30万，他会当买只进口的跑车，我所以伊阵就拢塞雪佛兰的迄个跑车。结果，因就是闯关入来了吼，啊，结果饲了，因为咱台湾人的喙齿足赖啊，食了都烂烂，无好食，口味袂合，所以拢无人爱买，到尾也就四个乌白蛋，吼、啊，就泛滥成灾。所以农委会一年拢爱变贵啊，迄阵用农药来咧。你台家迄个，伊这每一粒母的吼，一年会当生8000粒的卵啊。啊，伊若见到这青的草啊吼，像稻啊、秧苗，拢要食的，哦，所以危害真大。到今啊，无法度根治，哦，因为拖到规台湾拢是啊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因为海关把关无好势啦吼。OK， 好，啊，咱你话看去年3.11日本大地震啊。福岛发生核灾哈，因就那美国，伊撤退来台湾，啊，佮因家己美国 AIT 的官员伫前日讲发布讲停止所有的美国签证，啊，因的人员拢走来桃园机场，家己设海关，家己审查因的美国公民的护照的证件哈，啊，中华民国的海关靠边站，啊，各位请注意。海关是代表一个国家主权的行使，你都要是起码有一个国家的架构，你才有海关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外国人要来台湾，拢嘛要经过中华民国海关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像那美国人要来台湾，免经过中华民国，因为美国是中华民国的头家啦，因为是美国。以麦克阿瑟将军的1号命令，命令蒋介石的部队来代管台湾的，所以美国是头家。啊，即嘛头家，因是中华民国头家 AIT， 啊 AIT 的因的头家是民，以民为主嘛，哈、啊，因的公民要来台湾避难，免经过看门口中华民国，吼、哦、来个审查伊的证件嘛，哈、啊。咱总理讲，我拢无咧叫国民党。其实我若不是咧叫，不是叫呢，我各用错的。啊，种伫课堂我就无爱安尼吼。
需要咱较来叫我较欢迎。啊，这个虫吼，这蛀虫虫足细只，像狗遐大只呢。但是吼，伊都有在条，甲你啾啾啾，甲安尼遮大虫，规虫甲你啾死。哦，所以你莫小看吼。啊，这个原来蛀虫虫这种，这咱台湾呢，新点天鸟，天鸟，我都像类似这款了，有无？伊这算成虫啊，啊头拄仔迄是幼虫吼、哦，啊这青虫啊有无？伊这伊拢食叶绿素，所有的青的物件拢要食。你看，伊甲叶绿素食掉，拢变灰色的，哦，这危害作严重。正常是安尼，哦，你看拢食到变灰色的哈、哦。啊我若想要种有机的啊，我种高丽菜，我种好高丽菜拢厝啊厝足重的。我不是买高丽菜来煮面食，拢头起戆。我拢因为我对农药做敏感的吼，所以我拢无咧除农药。我若买来种有机的，啊两工无去掠虫尔，都要食甲呢，哦足恐怖。哦，你看啊，这香草伫遮，你拢该食甲一空一空。啊、我即马过一日无闲，过三四工无去看，规个食甲拢无剩一，拄啊剩一支骨。啊，所以买啊，我有机拢伫有机商店买啦哈、啊，用新台币去换较紧。但是我也有成功诶呢，你看，这有机，你若种着好诶品种吼，即因俗称了做日本诶乌甜啊。即今年风台我拢免开钱去买蔬菜，我敢若即个差不多五片，我有一个土堆啊。啊、我本原底是种番薯，我搬去番薯许个咧煮啦，哈、啊，咧煮面咧炒菜咧食。啊，我种我朋友我七八支的枝条，我甲简单炒菜。我半年后讲甲规个番薯许拢砍掉去。吼、啊，你看伊这生长的这个速度啦，哈、啊，啊，甲伊的迄个覆盖率足好诶。你来做地被植物，吼、啊，来做水土保持应该真好。吼、啊，啊这。建议大家拢若有空地啊种瓜，拢免铺农药，足好种。啊，这是一只虫啦吼，这泥木虫，这若来停伫这竹啊，吼，伊跟竹啊足共，我都看无啊。啊，伊拄啊停伫遮，又发现着。吼，啊，这另外这天，迄落天鸟吼、哦，啊，我这可能全世界上最食的天鸟，伊就差不多搞遐树啊种死的啦吼。哦，伊的幼虫就是安尼咧种。哦，种一空一空，啊，我那学做苏医生呢，我那甲注射，嘿，我那甲注射，啊，救起来呢，哦，这阵我救起来，你看，啊，活甲青变变，哦，啊，这迄落，我知道，鸡红春象，哈、哦，啊，因咧开会啦，这个主席，啊，开会开好啊，讲宣布讲明仔要食对一场散会。所以大家要回去了，好、哦，拄啊，互我翕到，因散会时拄啊，互我翕到。啊，这树葡萄吼，拢空壳个了啊，拢鸟啊食了去。我拄啊讲过，毋是人爱食呐，鸟嘛做爱食，狗啊嘛爱食，鸟鼠啊嘛爱食。啊，因只个拢有时啊做无天良个呢，因拢拄开始拢拣个上甜个。伊若吐着即粒生生，伊就该吐两下就唔食，去吐看对一粒较甜，较食一粒。啊，吐破空伊就歹食，该吐者。啊，有一摆我咧困中昼，嘿，啊，听迄鸟咧叫，迄较早迄拢白头翁来食，白头翁上侪。啊，伊叫迄声，拢以前拢叫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嘛吼。啊，伊刚去食，讲台语，伊讲伊食骨力，最骨力。骨力最骨力，食骨力最骨力，安尼啦。你看气死未啊？伊拄仔食了迄寒天一批吼，有葡萄酒味的啦。甲我讲，食骨力最骨力，食骨力最骨力。哦，愈讲愈大声。哦，假如讲食了足有养分的，足有能力的，足有 power， 安尼讲啊。啊，另外一只，伊也要生存，伊要生讲伊食几粒，伊讲种十几粒，种十几粒，伊咧讲食六粒啦。哦，海外的大众拢困袂去，
有起个，啊，这嘛是鸟仔食，这无花果哈，无花果内底这种，啊，不看咧开个就生出来哈，啊来，啊这莫拉克风灾，啊我想哦，迄个风灾一定足大，我就惊这外形这所在会许掠歪，我就甲拔起来，结果天不从人愿，伊为只个咧熬灯，好，啊这全倒，好，好，啊这较轻的风灾。就敢那叶啊，又烧掉伊呢。哦，就无要紧，那点名伊就搁开始发青青有无？白露丝，我要做只白露丝。好、哦，哎、啊，莫拉克风台真了大呢。有法度把椰子树安尼，隔壁椰子树引过来，倒归我家来，侵犯我的领空。哦，啊，所以侵犯我的领空，我就可以给它处理掉。我若吹到，我就来扑一粒食掉。哦，现老诶，有够好食哈。啊这种风灾，我来，这个的风灾，佫有一个水灾，伊就甲这个玉叔叔哈，玉米哈，所有的植物根袂堪你浸，这个浸两工就烂去啊，就倒落去啊，吼，你看倒规片拢倒，风灾还袂来，都敢那雨水来，安尼就倒啊，哈，拢烂去啊。好，啊树啊嘛是咧，像这丛，因为阮屏东吼，地下水位足浅的。那乌鸡吼，伊个地下水一直铺开，铺到我的根接着吼，浸掉了，树爱死，吼、哦。我遐个只，你个乌差不多一米深就出泉，甚至个只吼，你看哎，规工拢在爆水，迄是水家己爆出来。有个人讲，哦，恁潮州的人拢作浪费、浪费的，水自来水拢无管，其实唔是，你甲管的吼，迄袂讲水管会变，伊下骹压力足大个。你不要泡开吼，可以施压，诶，工人哦会憋气哈。OK， 拄啊天灾，即卖即人祸，伊阿门土拢啊狂来到遮，所有树啊根拢嘛爱输水、食水哈，啊爱有氧气，啊你拢甲封掉咧，伊就发袂好哈。啊，甚至伊若较拄开始较用的时，会甲你叫逼开。啊，伊若较无用的时，烟你袂开的时，伊就一直闷。到尾就被闷死了。家己拢安尼，对。拢有遐经过哈。发无路，根走无路。嘿。嘿。对。伊根无都爬中风救袂安吼，风来就变过啊。嘿。足侪都市的树啊拢安尼。来看，今麦来看下我远个野区了哈。啊，拄啊，甲恁介绍有迄个树葡萄啊，即马即有这个树西瓜，这树西瓜的花啦，吼、哦，哇，长在树上的西瓜，好、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啊，这个炮弹连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马较新呢，讲有飞弹连入，哦，啊，可能过来连咪有迄个战斧巡弋飞弹的连入的款，哦，哦，啊，我。这个摔卡嘛，腰包啦，前届拄啊上未出，就有人讲摔卡，足神个安尼。这个腰包吼，我种这丛吼，巨大丛个拄啊生几粒啊，因为我拢无除药啊，无本来花开足济哦，我拄啊掉几粒。哦，搬开只吼，拢我唔敢嘞，一束啦一束啦品尝，你知道偌好嘞。你若一粒吼，食济你就感觉无好食。哇、哦，迄一粒的滋味吼，拢足好足好个吼。啊，这规丛的所有的能量拢灌伫只，你看这粒偌有营养嘞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互我想着，我较早种丛辣椒，种伫我阳台。我想有时啊，若风台啊啥就好，咱平头阁出去买一个辣椒吼、哦。啊，我最爱食酸辣椒。不用去餐厅，拢会甲小姐讲：“小姐，生辣椒。啊”哎，看伊实在久啊，哎，甲拍打两声了。我刚才要生囝了，我不会生辣椒。哎、啊，我种迄丛哦，我那开花了，做我那结一粒尔啦。啊，即马看成熟，啊无麻烦来食看卖咧吼，好不容易生一粒。啊，即马切，我就讲他唔在遐咪，我就甲担看卖啦。要求淡一下，像迄个火烧着啊！好，赶紧去冰箱摕冰胶来干。我差不多干要正十粒，干半点钟，较退烧啦。
你讲迄能量偌强，就跟这粒同款吼，所以你不要看小看它。啊，你无讲话，判遐含万种生一粒，我讲，我那平平拢卖除药啊，看你会当生几粒吼。你若生比我少，我就拜你为师。好，啊，超过3600根的香蕉，安尼有只安尼生，还搁咧花还搁咧开呢，下骹这花还搁咧开哦。啊，已经拄着涂骹，我所以得用竹筐吼，爱拄咧，啊无，就芭蕉类，哎，较短，伊拢较短，白肥肥啊，迄款嘞，哎。人讲后，人讲日本金蕉迄款嘞，啊，好 ，OK， 好，啊，这伫我工寮，这好像在这毒毒的，这走神经毒的，迄个家庭拢会起爱困，啊，困伊就无起来啊。啊，我就想讲，我早晚会拄到伊，因为我无咧处理啊，所以我要做着这款物件。啊，所以我就想讲，伊有一工会弄去我的工寮内底去，我伫遐困中昼啊。啊，所以我就下地就外口，结果真正甲粘着吼。OK， 嘿，粘鼠板。啊，这头拄仔咧讲的电脑控制器，啊，我咧讲开这个台开袂开，原来一只蛇甲我徛伫遮，不过我咧开袂开啊。嘿，啊，即只呢，我饲个啊，因为我无饲啊，所以有足侪青蛙啊、章鱼啊、鸟鼠啊，啊蛇就食鸟鼠啊，啊所以即只蛇我饲个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啊这胖鸠吼，这我呢侵占我的领空，这有这大黄蜂，哦，啊如果拢要定着，较知影讲才有收啊，因为做工过，咱头壳刺激一直做。啊，结果咱侵入伊个范围啊，伊就伊个卫兵就来甲顶啊，吼！伊个蜂巢敢若顶几日啊咧，吼！啊，这翕了无好啦吼，这有一个虎头螃蟹啦。我从我咧鸭嘴我看，靠，有一只鸟啊，花草遮水，结果看一只虎头螃飞着，我甲惊着，我拢起鸡要飞，因为虎头螃会叮死人吼，啊！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消防队，叫因来搞我抓螃，迄个螃蟹。啊，消防队来就讲：啊，恁遮头虎头螃，你一定是大黄蜂俩。我阵出来，你来看麦。啊，迄两个少年啊，就落妆啊，就来。啊，我来伫遐。啊，伊两个一个看到，两个翻头起卡拢用走的。我讲啊，你咧走安怎？伊讲虎头螃蟹啊。我无甲你讲虎头螃蟹，佮讲毋是，我会安怎？嘿，定死人啊！伊即马甲你讲会定死人，一定要嘛爱处理一下。我两个阵摕伫迄消防车尾边仔，就咧撩头壳。讲无处理一下，爱甲回失嘞，讲啊，歹势，判者。我今仔袂去扎防护衣来啦。讲啊，我毋是电话中就甲你讲虎头螃蟹啊，恁佮遐轻敌拢无扎物件来。伊讲就啊，我有炸一支火焰枪，瓦斯火焰枪，用我用迄火焰枪来去烧迄个火头螃蟹。我唔当，迄阵我已经卖人15000块，已经收5000块，定今仔你搞烧的，我都要赔人钱啊咧。伊讲安尼，无我明仔过来，我好，叫明仔敲电话，判者，我今仔有其他的勤务，所以袂当去。啊，勤务就够歹啊，讲好，免来，我甲你用，我准。这个倒两支来连接，啊，做一个三脚架，就这个倒台刀啊，就甲开咧，开好歪吼，好大胖就飞出来，好就走好了啊。啊，即马下早开啊，中昼去甲吐一个无着，我阁走好了，到下晡阁甲吐，阁吐无着，到尾阿妈靠我吐一个拢落落来，我嘛唔敢歪扣，我就隔天较去甲，隔天较去扣吼。这虎头螃蟹，伊虎头螃蟹做圆的啦，跟头拄仔迄个大黄做扁的无同吼。你大家若伫野外，若有看到球状的，要特别注意哈。这黄腰虎头蜂，因为伊这腰黄腰虎头蜂吼，啊，这真系顶死人哦吼。这有一个报纸报的，去年的8月19，这做伫个外口迄个冷气窗，这是冷气窗外面嘛做圆形的，你有看？啊，就是迄个囡仔吼，伊抱伊咧表妹款，
啊，下里面人啊，伊要甲窗门拍开，要通风，就拍开后大棚就飞入来，就迄、那个迄囡仔阵定死吼。好，啊，因为我遐生态介丰富啦吼，啊，有即款稻田咧食蚱蜢吼，啊，有即款蛾类，毋知啥物款的蛾类，吼，啊，敢若蝴蝶啊，敢若吼，啊，即若有昆虫师知影，讲一下吼。啊，这伫三月因的树啊顶的雏鸟斑鸠，斑鸠，哦，啊，这捕老鸟吼、哦，这伫恒春的迄、那个有伫因兜的冰箱发现十只，啊，加罚8万块，啊，所以这一只8000块啦吼、哦，所以大家爱甲保护起来。哦，啊，这我隔壁伊咧种毛豆吼。哦啊，甲，或者拢来遮讨食，哦，啊，这来这个全台湾敢若有这个，阮遐有这个蛟龙耗子，别了无？全台唯一哈、啊。注意伞兵，因为阮潮州遐有一个伞训中心，飞龙机飞来爱遐跳伞，吼、哦。嘿，啊，因为阮中有一条路，阮爱开过一条路，啊，所以拢会交通管制嘛。哦，啊，另外伊这个。山兵，搁一个重装备，这没有讲的，这种作动的，伊这重装备作动的哈，所以要注意。哦，啊，这只上市啊，伊要过冬，迄阵才12月，伊要乌涂骹避空起来哈，要越冬就对啦，因为涂骹的温度较恒温，所以呐，到寒天拢乌啊乌一半，又发现我就甲翕相啊，你看安尼敢若歹势安尼。啊，这都许我头拄仔迄只我饲的蛇吼，甲食一半去啊。啊，迄个在我一日早较早去，迄只蛇阿袂甲吞落，船佫吐现我，吐出来现我，哎，甲我惊。好，啊，即丛三月樱哦，即丛是我的砍棒树啦吼、哦。啊，同行的来买甲我买，我拢讲即丛砍棒树无卖。啊，拄好有一个电子大厂的总裁吼，人朋友介绍来，我若看到这张，哦，哎、啊，有钱人吼，看到伊介意的无买伊的艰苦，就甲我讲判一下来，这张买偌济？我讲无啦，无买。啊，伊阵甲我讲判一下安尼啦，我车顶拄好有40万的现金吼，啊，你若好，你摕去，无够你搁加无要紧。我敢那考虑三秒钟了，就卖伊啊！哦，啊，所以钱收了，我就甲翕相做纪念。因为我恁头拄仔看我照片，我另外迄句话要几啊百张，我无甲讲。哦，啊，这阵我买也卖迄张卖了，佫保证的吼、哦，已经2年外好人客还袂出现。因为我还想讲，我考虑三秒钟卖，我想啊，我还要几啊百张的，我一张卖，我搁挖一张来，吼，安尼，结果好人客还袂出现，啊，这个凶手嘛还袂找到，你唔知是台湾黑熊，台湾黑熊部队遐鸟的款，哦，因为我做王炸炸啦吼，今麦初我家己我来小个惊咧，小看一下，看有台湾黑熊。电脑在白白的哦，我来招呼了啊。好，不是我的人。好，啊，本来这个农业健康这个吼，是咱的园长要讲的啊，因为伊拢较无闲吼，讲叫我大概讲者。其实咱若有适度的农务的劳动，做好劳工，有担当，你的观瞻吼，啊，较袂新鲜吼。啊，你有劳工。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，哦啊、尤其你有咧做工课吼，直直到较拍，因为咱人的维他命 D 从食物上取得较不容易，啊，维他命 D 位阳光内底吼都有啊，吼、哦、啊，你若有晒到半点钟起来都有够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适度的劳务啊、对身体真好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来种有机的，吼、哦，卖除农药。啊，尽量卖用化学肥料，吼、哦、啊，所种出来物件吼变有机农产品，啊，咱家己食，第一能量好，营养好，吼、哦、
啊，佫无农药的残留，啊，这当然安尼对身体较健康吼。啊，简单介绍到这 ，OK， 好。啊，咱啊，看讲，像讲阮爸爸因迄代，伊有受过日本教育，因咧甲我讲，因较早日本人，即个日本建筑足有威严的，足威风的，哦，足有涵的了。因咧讲日本建筑，拢讲建筑大人。但是国民党政府来了，建筑大人无去啊，剩建筑，啊，佫到尾啊变，像恁讲的，对，你讲变建筑啦。我甲各位讲吼，咱若要称呼客家人，拢莫讲客人啊，啊，若称呼阮平埔族嘛，莫甲阮叫平埔啊，迄拢有亲事的味道，吼、哦。车就较大只，车就较细只，吼、哦。同款啦吼，莫用迄个含尾音吼，吼啊，无多迄检查啦，无多，伊都做甲互人看袂起嘛。啊，尾啊，佫变不变，佫检查啦，佫较不如地薄矮。啊，佫来变插头。啊，即马讲合法派遣的流氓，吼，啊，所以真正一代不如一代啦吼。啊，那咱民政府执政。咱得爱扭转这款咱的公交人员的这个威信哈，咱爱把这个政府的公交人员的威信靠公务人员，咱才好好个重新建立起来哈。啊，日本时代有理番事业，哦，加原住民，哦，包括阮平地原住民，哦，拢有加咱教育，加咱台湾整体教育了，大家拢守法、守时、守信用，哦，阮爸爸因那代。嘴讲出去，答应啊，就比签约较好，信用足好诶，讲就准算啊。啊，即卖人毋是啊，写下标写一本只老本，阁会出代志，哦，即就是信用拢拍歹去啊，互信拢无去啊，吼。好啊，即啥物原因？日本时代遐好，是安怎即卖歹？就是因遐中国翻来嘛，外来诶政权才翻来嘛，哦啊，所以咱来有一个新的理番政策，就讲。因遐来，换咱爱甲做教育，吼、哦，咱即种系遐人拢爱重新受训，哈、哦、，OK。无另外即因草鞋兵，吼、哦，乞食兵来，迄阵讲，阮爸因讲，迄种乞食兵嘛，衫裤穿甲破破烂烂，啊，拢用冰袋担物件，吼、哦，啊，穿草鞋。迄堪迄阵咧来台湾，日本人要受降，日本人是服装仪容足整齐，配个金丝丝。武器摆伫头前，要等候因要缴械。啊，因伫船顶唔敢落来，就昨昏秘书长讲个，美军用皮个甲踢落来，较来。好，啊，咱即马来看两千哦，就今年一月十日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个台湾总统个选举个检讨。啊，咱来有一点是咧选中华民国总统，唔是选台湾总统。因为咱台湾也毋是国家，吼、哦。这个咱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去参加投票选举的意思是啥物？伫外国人来看，就是讲，啊，恁台湾人，到咱伫拄啊摕身份证去到投票所甲领票，咱就先输啊。因为你已经承认你是中国人，你摕迄个中华民国身份证，去甲参加因中国人的选举，搁伫。自由意志之下去投票，结果咱阁输200万票，吼、哦，2008年，啊，今年输80万票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伫国外因咧看，就是讲，恁家己台湾人，家己欢喜甘愿，要予中国人管，要走向中国含中国统一的这個路线，吼、哦、，OK， 好来，啊，是安怎讲？选前蔡英文是踏着美国对一条红线，蔡英文伫去年。10月11日，伫高雄市的劳工公园、哦、劳工中心遐演讲，伊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唔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啊，这拄啊等于甲中华民国合法化，中华民国已经是台湾政府呀。哦，这错误，哦，哎，这都欺骗台湾人。啊，这嘛咧出卖台湾人。李登辉
总统迄前总统伊较早讲，中华民国在台湾，而且还看得出来，中华民国是伫外口来伫台湾的哦。你还咱要看就讲这是外来政权，到后边啊，因迄个修改台湾专那个前途决议文的是，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现在名叫中华民国，哇，嘛是台湾等于中华民国。啊，依照间接法来讲，吼、哦，占领袂使移交移转主权，吼、哦，这是吼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，吼、哦。啊，今仔他会讲到呢，客气，来我啉一个水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来到蔡英文煞讲，中华民国就是。啊，台湾啊，台湾的中华民国啊，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把外来政权煞合法化。哦，啊，这当然是打着美国的红线嘛，啊。啊，像那选情，美国要帮助马英九，啊，蔡英文就去和美国加臭咸啊，吼。啊，所以马英九迄个时阵，跟蔡英文咧选，拄好卡着，伊人咧。呛声要封锁霍姆兹海峡啊！霍姆兹海峡是迄个原油的运输的路线，足重要的路线。吼、哦，啊，佮北韩这个领导人金正日多死、哦，啊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美国需要台海两岸的稳定。吼、哦，啊，马英九是美国佮中共会当共同接受的人选，因为美国伊即马经济有较歹，啊，所以伊敢若有法度。当一个时间发动一个大型的战争，啊，甲一个小型的战争，伊无法度发动两个拢大型的战争。吼、哦，比如讲像较早二次世界大战、欧洲战场、甲太平洋战场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台湾伫迄个麦克阿瑟讲的，讲台湾是一个未定的防空母舰。吼、哦，迄个麦克阿瑟讲的。台湾在这，吼、哦，啊，只是台湾足可惜的，拄啊边啊这个罗马国家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如果啦，吼、哦，咱若会当，若来这才唔知偌好啦，吼、哦。阿强啊，若讲有迄个什么洲际飞弹要射过来，啊，美国的反飞弹系统就反应啊，咱就免烦恼咧，吼、哦。啊，其实吼、哦，马英九拢咧借着咱台湾人来反美反日，因为。美日安保条约保护着台湾嘛，啊，所以伊想要甲这个局甲咱弄个破，啊，所以就使用咱台湾人来反日反美，比如去年这个马基奥的事件，一个日本马基奥的日本朋友拍咱台湾人司机，哦，中国的媒体安尼一天24小时安尼连续放要正十天，哦，迄就咧支持咱的反日的意思。啊，马英九佫调工用美牛毒美牛事件。来，予咱台湾人反美，这是伊恶毒的心态吼。马英九吼，你莫看安尼一脸无辜的，我装得一脸无辜吼，啊，其实心地足恶毒的吼。好，啊，我有时仔咧想讲啦吼，是毋是咱来集合全世界，咱都开钱无要紧啦，好招500个上好的、上 top 的科学家来发明两款物件。一个发明上大机、上大机啊，把咱台湾下骹呢切啦、切落开，啊，搁叫遐发明家发明上大粒的眼影莫打，装大下骹，准塞来遮搁浅，伫公海甲搁浅，啊，公海大家船啊拢袂啊，拢会使塞嘛，啊，我船啊都不小心伫遮搁浅，啊，都掉了，咱卖走啊，咱拢大只倒啊。我是今日杜姑啦吼，啊讲一个俏谈。好，哦啊，即摆讲阿强啊，有航空母舰啊呢，讲过来要外用，拄外用啊呢。结果你看，连一条歪阿索都无法度做，要甲俄罗斯买，俄罗斯阁袂瘾买。哦，啊表示啥物？虽然是一条钢索尔，但是这个钢索内底包含足侪技术啦，哦科技啊，因为你爱。有够软，有够软，佮有够用，哦，迄飞行器的冲击力来，你爱袂要等伊啦，吼、哦。
啊，你看啊，一条歪做都无多做诶，国家诶科技讲有外用外交，嗯，嘛无人要信啊。好 ，OK， 好，啊，我对咱本土台湾人吼，大家就是拢本土台湾人啦吼。那么，恁若算有食好打药啊？一般伫中华民国体制内有这个政府，这是叛乱组织呢，我伫遐管呢，啊，恁敢来？我甲你佩服吼，虽然人无介济，近2300吼，差不多2000万的本土台湾人，咱譬如你讲啊，咱近差不多2000个来受训俩，啊，咱人真少，这真少是珍贵的少数，恁敢那拢像选少，选少因为少，所以珍贵嘛吼。啊，我对大家有真大的寄望，希望咱大家做伙来拍拼吼。啊，你看这丛树啊。发甲遮水遮大丛，啊！这根吼藏足深的落去，这丛就是中华民国国民党，使咱台湾的血汗安尼食甲肥肥，好、哦。那么，咱讲哦，咱有大话新闻，有头家来开讲，有自由时报，拢咧甲修理，拢咧甲骂，迄等于伫这大丛树啊咧红红台尾啊咧扫这树尾呢。敢袂死，袂嘛吼，袂死。但是咱台湾民政府用法律来乌伊个筋，吼、哦，来断伊个筋，连伊伊着爱烂，着爱倒，爱死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大家爱做伙来拍拼吼、哦 okay。咱台湾和西班牙人合种美丽佛摩萨，吼、哦。这真的是好山好水、哦、但是很可惜，咱自荷兰时代荷兰人来占领时，咱变伊个贸易基地、哦、啊，过来地仙公来，咱伊个反清复明的基地、哦、啊，清朝来，伊是无甲咱建设，甲咱当作化外之地，也无好啊，甲咱教育好啊，甲咱建设。日本人来。伊有甲咱建设，有甲咱教育，但是甲咱当作是南进太平洋的基地，啊、所以咱真可惜。包括蒋介石来，咱变反共基地、反共复兴基地，好无？咱拢咧做人的基地，啊，基地安怎？就是人要轰炸的所在呢，吼、哦。啊，你主要看，这是一个九鹏湾军事基地，到最近哪里发社会电话，拢伫乌家发。写最近的演习哇，都拢伫遮写吼。啊，其实咱台湾，咱来好好拍拼吼、哦，咱来参入迄个美国的军政府好好配合吼、哦。啊，咱以后台湾民政府执政，咱家己自治，家己好好管家己吼、哦。啊，以后可能较去循正常管道，依照琉球模式，咱参琉球同款回归日本祖国。啊，因为日本是世界上一流的国家，啊，佮有美日安保条约来保护咱台湾，以后咱台湾应该是正港的宝岛，吼、哦。那伫咱家400年来，咱毋捌家己做主人，那即届咱家己台湾民政府做主人，吼、哦，好好管理，咱应该是前途光明，吼、哦。啊，大家做来拍命，我今仔讲到这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车起。今日休困10分钟。